一中美贸易战正处于僵持阶段，美方打出500亿美元关税牌，中国立刻反击500亿美元，美国又打出2000亿美元关税牌，中国依然不示弱，明确要进行还击，怎么办？感觉美国政府也在苦思对策，最近又使出了很诡异的一招。为什么说诡异呢？因为美方最新的说辞是，美国现在不能屈服于中国的压力。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副总统彭斯16日在美国商务部打气说，对中国报复性关税的压力，美方不会屈服，美方将继续采取强力措施，直到中国转变政策。彭斯还说，特朗普政府非常关心美国农民的境况，上周他已前往美国爱奥瓦州和密苏里州，告知那些依赖农产品贸易的人们，特朗普已采取果断行动，将为美国农产品出口降低贸易壁垒。两者结合起来，要传递的意思也是很明确的。一，在美国政府看来，这次中美贸易战其实是中国先发动进攻，美国才是被迫反击。二，彭斯还安慰美国农民，现在你们是受到了打击，但别着急，特朗普很关心你们。三，最后他号召美国人，大家要共度时间，美国现在面临中国的巨大压力，但美国绝对不会屈服。很诡异吧，感觉整个世界观都被彻底颠倒过来了，因为全世界都知道是美国挑起了这次贸易战，美国才是始作俑者，不然德国也不会很生气，加拿大也不会要报复，中国也不会要奋力还击。但在美国政府的说辞里，中国才是发动者，美国现在面临中国的压力，但绝对不能屈服于压力，将硬挺到底。乍听上去真感觉美国比窦娥还冤。二，很诡异的背后则是一场空前激烈的舆论战，贸易战没有赢家，显然美国不少行业受到了冲击，特朗普政府感受到了内部的压力，于是索性虚晃一招，将脏水统统泼向了中国，而且这种抹黑战术美国政府正使用的越来越娴熟。比如对于中美爆发贸易战，美方此前声称一直耐心的对中方做工作，但中方置之不理，及谈判之所以最终破裂，主要就是中国没有诚意谈，这是真相吗？感觉真相都很委屈。在7月12日的声明中，对于美国的这种指控，中国商务部就很悲愤地写道， Indeed， 事实上中方始终高度重视双方存在的经贸分歧，一直在以最大诚意和耐心推动双方通过对话协商解决分歧。仅今年2月至6月，中方就与美方进行了四轮高级别经贸磋商，并于5月19日发表中美联合声明，就加强双方经贸合作、不打贸易战达成重要共识。但美方出于国内政治需要，反复无常，出尔反尔，竟公然背弃双方共识，坚持与中方打一场贸易战。中方为避免经贸摩擦升级，尽了最大的努力，事情发展到今天这一步，责任完全在美方。 Indeed 相信全世界都知道，中国是最不想和美国打贸易战的，为了避免贸易战，用商务部的话说，中方一直以最大诚意和耐心来推动对话解决分歧，并尽了最大的努力。请注意，中方连都用了两个最这种顶级词汇，而且在具体行动中没有诚意，中美怎么可能有四轮谈判？没有诚意，中美怎么可能达成了很多共识？甚至连美国财长姆努钦都曾公开表示，双方同意不打贸易战了，但最后用中国商务部的话说，美方出于国内政治需要，反复无常，出尔反尔，竟公然背弃双方共识，最后特朗普政府还是坚持打贸易战，那中方不得不进行还击。但到了美国政府嘴里，美国一直很耐心做中方工作，中国却是油盐不进。哎，这是什么世道啊？三，能够使用蛮力的用蛮力对付他，蛮力不奏效的时候就极力抹黑他，这种抹黑战术
感觉特朗普都练到了快炉火纯青的地步，奥巴马应该就深有体会。反正特朗普是逢奥巴马必反，在特朗普嘴里，奥巴马签署的伊朗核协议是在危害美国安全，奥巴马加入巴黎协定是在严重损害美国利益，甚至美俄关系交恶也都是奥巴马种下的祸害。感觉奥巴马无恶不作，简直成了美国第一号罪人。至于贸易战，美国也是如法炮制，不久前在世贸组织，美国一鼓作气同时对中国、欧盟、加拿大、墨西哥以及土耳其发起了贸易争端诉讼。根据美国贸易代表处的说法，发起诉讼的理由是这五个国家和地区反击了美国的钢铝关税，美国发起的关税行为完全符合国际公约，但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反击则是毫无道理。这一招够狠吧，反正我就是真理在手，说你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碰到这样的美国，估计很多国家现在都是面面相觑。最后牛弹琴剥皮凹肉几点粗浅的看法吧。第一，美国就是不讲理，对这样混不吝的美国，很多国家也确实有点束手无策，跟美国硬斗斗不过美国，跟美国讲理，但美国现在根本不讲理，这是一个很无奈的现实。第二，舆论斗争很激烈，美国不讲理，但抹黑手段却很高超，比如塑造自己才是受委屈的一方，以至于要高呼不能屈服于中国压力，好像中国真欺负了美国一样。但相信也确实会有一些人会受美国蒙蔽，甚至对中国横加指责。第三，这更是一次舆论战、心理战、持久战，中美的实力对比决定了没有一方具有完胜的能力，因此斗争将长期展开，而没有一颗强大的心脏，肯定就斗不过特朗普这种耍横的交易的艺术。从短期看，特朗普的这种战术借助于美国超级大国的实力几乎是所向披靡，但这还是原来那个美国吗？使用蛮力和鬼术，其他国家真能心服吗？也难怪金融大鳄索罗斯要感叹，特朗普上台后的一系列做法将大大有助于中国被接受为国际社会的领导成员 leading member， 他起的作用甚至会超过中国人自己。这个世界从来都是邪不压正，出来混总会要还的，迟早而已。